这几年画的莫名其妙的皮肤，原来是那些花妖在画的。画的是凶兽闯进花卧崖之后才出现的。哇，原来是凶兽当老大。 凶兽的吼声，华流一定就在这附近。雾气好大，看不清方向。我们循着声音，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了？那是可惜，不过好像时有时无，仅凭这个还不够，仍需多留意火灵彩。哼！哈！ 不可姑息。 妖物能除去就好，我们去向巫先生回报此事吧。
师姐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们没有与凶手正面交战的经验，我将照神之术交给你们，以防万一。他研究照神之术，是想要帮助我们吧？好，你多费心了。照神之术啊，这个厉害了，谢了兄弟，多谢修大哥。 凶兽，华流，你越狱潜逃，草菅人命，可知罪大恶极？吾乃神兽，岂会如此？妄造罪孽，实非吾之本心啊！西去生性凶悍，但甚少主动伤人。华流更是天性温和。 此二者虽皆是天意求得，但罪名不重。为何会入狱后性情大变？吾因获罪而被禁于天域之中悔过，灵力日渐衰竭。恍惚间，似是有一位强大的神族劫狱，闻狱官之意。 诸多囚徒脱逃追随而去，言语一度混乱。那时，吾无力动弹，况行其也将届满，自然不敢负天罪。存此等逃于妄念。然而，吾在有记忆后，就已身在人界。你并未跟随魁宇逃走。然也，吾神智失控，所经之处，焚毁了许多村镇，之后流落至此地。迷化，可助吾脱离，亦能得片刻清醒。
不再出去伤人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突然凶心发作了？见了你的伤口。不好，明华解药药效快过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。神兽岂可被沦为凶兽，这人苟且存活不如就此湮灭。他想同归于尽。赵神咒。好。哎，敦请剑神。来吧。凶兽之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们将他葬了吧。你们退后。走吧。等一下。这里的迷花毒性连凶兽都能制住，我想多采一些回去研究研究。好。
这应该够了，我们走吧。这附近开着很多漂亮的花哦，哥哥，你喜欢吗？
小哥哥也想再玩一局吧。凶兽已出，没想到上神不仅容貌，如此一来我们一族，只可惜上神一行人若离开，仙兽可否再说详细一些？那小家伙身体滚圆滚圆的，可爱得很呢。啊，对了，那小家伙每逢此地毒果成熟时候便会专吃毒果的仙兽。月姐姐，日后若是有时间，我们便过来看看吧。能够碰，才是大英雄。Thank you.
小鱼子，你们一家不都搬到峨眉山去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是白姐姐还有阿尤哥，刚刚我碰到了妖怪，是这个大。我是仙侠派弟子白墨晴。啊，我受小鱼子母亲。谢谢哥哥。小鱼子，我送你回去好吗？现在外面很危险。现在还不能回去。我娘有个特别宝贝的镯子，平时舍不得戴，藏在床底的装匣里。凶兽来的那年我还小，娘光顾着抱着我逃命，根本来不及拿镯子。现在凶兽未除，她也不敢回来找。所以你是想帮你娘把镯子拿回去，于是自己偷偷跑来了。小鱼子想让娘亲开怀，白姐姐知道，不如你先回家，我们几人去寻镯子。不，我要带着镯子回去。要不我在这里保护他，这里距离峨眉山的法阵也近，若有什么事我就立刻带他回去。嗯，那就这样吧。多谢。客气。村子被烧成这样，庄霞估计也看不出本来样子的，得找仔细些。嗯。受死就擒。匣外面烧坏了，但镯子还是好的，赶快拿给小鱼子吧。我来带你永远的睡回去。洪胜，神将之力果真不同凡响。真的找到了！几位修为高深，在下佩服。小鱼子的娘估计也等急了，在下就不和各位多聊了，先送她回家。哥哥姐姐们再见，有空来我家玩呀。总觉得他有些眼熟。啊！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他是谁了。我刚拜入仙侠派的时候见，那时正是仙盟组建之时，他是替孟章掌门来送信的，听说是他的亲传大弟子。只是没过多久，就由灵光长老来负责联络事宜。亲传弟子，在天师门里并未。不会是犯了什么规矩，被赶？下次要是还能见到他，还有。
仙人会御剑，那他们还养马吗？还挺香的。多管闲事的人真多。这杯我干了啊，你随意。嗯。结果如何？青叔来了，也不知道仙盟的道长们爱吃鱼。华流之事需要尽快向真人报告。好。对了，小晴，这次我总能一起进行侠派了吧？阿尤，今天守门的还是大师姐，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啊。又是他，我上辈子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，怎么命这么不好？神族不会干涉凡人的命数。哼，谢谢你提醒我天生倒霉。
上次呢？我说弄丢了香囊，正好我看村子的铺子里有个合适的，送给你。月姐姐，你还一直记着？啊，好漂亮！等等，怎么又被他抢先一步？我知道，那个香囊一定对你意义非凡。我不知该怎么宽慰你。喂，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这里啊？什么？糟了！各位，不可再踏进一步。仙侠派为女秀门派，谢绝男子到访，否则我仙侠派将视各位为闯派恶徒，不会再客气。我们可以不入山门，但你们必须立刻将都督府白家千金恭送出来。都督府白家千金，师父所收的弟子皆为孤苦无依之人，哪有什么千金小姐？师姐，你们别动手！你是什么人？快滚！蠢货，一边去！女大十八变，那天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。二哥，好，跟二哥回家吧。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，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你，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去团圆呢。启程。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晴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都不能强迫他。识相点，闪一边去。若不是因为你们是小妹的朋友，就凭你们在卢龙军营地的所作所为，就能让你们抄家灭族。哼，好大的官威！可惜这里不是卢龙府，我也不是怕事儿的。仙侠派乃修仙清净之地，和官兵素来互不干涉，请回。笑话，这是我白家家务事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仙侠派乃清修之地，还请勿要擅动刀剑。师父，你们几个先退下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余霞真人，久仰大名。本将是来接舍妹白墨晴回家的。寻亲乃人之常情，但仙侠派亦有自己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二爷我……二哥，师父，弟子对不起您。弟子并非存心想要隐瞒，只是当时年幼，又遭变故，心神慌乱，这才撒谎。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为师多少察觉到你似乎在隐瞒什么，只是仙侠弟子大多过往凄凉，为师不愿再触及你们内心深处那些痛苦的回忆，故从不会多问。如今你已长大成人，无论何去何从，为师都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师父只希望你能够勇敢地直面过去，莫要再选择逃避。小晴，你赶紧说啊，你不想回去对不对？师父，这些年来的授业解惑之恩，徒弟日后
必定报答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要走？为什么？让你们担心了，可是有些事我必须去面对。就让小晴这么走吗？她这一去，说不定就再难回来了呀。他拿二哥在掌门面前客客气气的，回家后呢？还有，白家那种蛮横态度，万一小晴回去后被关起来，他们毕竟是亲人，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的。师父有要事和三位相商，你在大殿等候。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可恶！就算我们大闹过军营，这次全当教训了。那些人又怎么知道我们心下我还敢不敢再冒失？秦妹的香囊，你少说两句，一切等面见真人后再说吧。我不下山了，再也不下山了。小师妹还能再回来吗？和防具应有尽有，请随意挑选。要修整武器可以找我哦。可以找我哦。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有，请随意挑选。我们仙侠派的东西可也不差。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有。